好啦，咁到底嗰个空降箱啊，里面有咩 item 呢？首先，时时食花生味啊，我好中意食噶。跟住有呢个加顿柠檬夹心，都系好中意食嘅。至于呢个咧，我都唔知系乜，其实就阿女喜欢吃啊。一两个合味道啦。咁先前我都讲过啦。喺马来西亚买到嘅新加坡制嘅合味道呢，我就觉得唔够香港嗰啲好食。跟住有呢两包饼干都挺好味嘅。哇，呢个正。卡洛 B。烧烤味薯片，呢两包唔使讲啦，超正！睇波必备斋鸡粒，虽然呢家未有波睇。卡洛 B 虾条，仲有我非常中意食嘅卡洛 B 披萨味嘅薯片吓，跟住两包两樽呢个腰果。香蒜味，哇无盐好闷嘅，系咯。咁咧最重要就系有书睇啦。我都估唔到都十几年啦，台湾金石堂呢个网站咧，我起码都十四五年冇买过书啊，佢都冇 delete 我 account 啊。咁简单讲下买咗咩书咧？咁呢本 Lee Child 作者嘅。浪人神探啊 ，Jack Reacher 啊，咁啊 Jack 嘅啊呢本书呢个系列咧 ，Tom Cruise 都好中意睇嘅，佢亦都改编过好似两套戏嘅，我都有睇嘅喺戏院。咁问题就系我都好中意呢个系列嘅浪人神探啊 Jack 噶嘛，小说入边阿 Jack 系6尺4寸高嘅退役嘅军警嚟嘅，咁我记得我睇戏嘅时候，我见到 Tom Cruise。你知佢嘅身高㗎啦，咁我就好难想象佢扮阿 Jack 囉。我本身就好少，即係我本身係鍾意睇侦探小说啦，三国演义相关嘅书啦，同埋一啲世界历史同埋啲哲学嘅书嘅。咁但係侦探小说类呢，我其实好少睇日本嗰啲嘅。其中一个系列就係神探伽利略啦，咁老实讲都系因为睇完电视剧，我先开始睇佢嘅原著小说嘅啫。至于呢本就系 Lawrence Bock 啦，一个殿堂级嘅美国作家啦。佢其中一个系列 Matthew Scudder 咧，《纽约无牌私家侦探》咧，我就好中意睇嘅，系啦。咁啊，佢其实啲书都好厚嘅。咁呢本比较薄啊，大致上就係咁啊。补给箱，匹啊，食鸡啊，补给箱空降 items。OK， 拜拜。